爱心，然后还是一位演女明星这样子。好，演女明星。好，帅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超超宇超。那我在《公司代表片》呢，饰演一个很成功的 CEO， 但他却在感情里面就是有卷入了一场不为人知的三角关系。谢谢。OK， 好，期待来争议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真蒂。那我这次呢，在恩师代里头饰演一个叫夏晴的女生，是一个比较城府比较深的女强人。那前阵子呢，饰演的是角头二的那个一个美娜嘛，就是一个嗑药女生。所以其实这次的形象跟角头二里头的形象差蛮多的。哦，厉害哈！刚好我没看，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演。好 ，OK， 厉害了，亿万的明星，亿万票房明星。那今天呢，这个。哎，你是不是也要在这个柜位当店长？若颖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很重要的任务哦。今天呢，欢迎大家到居楼找我，然后会有两个场次的活动，分别是在7点和8点。那现场的朋友们只要填写抽奖卷，就可以机会抽到我们4221元的黑面膜哟，神奇黑面膜，希望大家可以前往参与，谢谢大家。太厉害，截至目前为止最敬业的店长哈，传得非常的详细。来，将麦克风帮我们收一下。三位请合影，同时也大家多多支持他们的 N 世代网络剧。好，三位靠近一点，谢谢，辛苦了哦。每个人都盛装打扮。微风之夜呢，是我们台湾百货业指标性的活动啊。从多年来呢，16年来哈、可以说是所有明星跟品牌的兵家必争之地，也是别的百货公司学习的对象。这是我们微风广场的骄傲，也感谢众多艺人啊，这个纷纷出席，也把这里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宣传平台哈、好，谢谢，谢谢 N 世代的三位，谢谢，来请回我们的馆内，赶快就确认。